大家好，我是台北爵士大乐队团长李晨宇。今天我要跟大家推荐我们今年的圣诞礼赞音乐会。那今年的音乐会呢，是在12月19号台中歌剧院，以及12月23号在台北中山堂的光复厅举办圣诞礼赞的音乐会。那我们会邀请到歌手伍思艾、吴昕以及胡诗翰来跟我们一起共演。那我相信由他们的歌声一定可以听到非常多很熟悉的圣诞的歌曲，那搭配我们找到最新的这些编曲呢，我相信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难忘的圣诞节，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欢度圣诞。